我们今天介绍那个 Google 表单啊，然后但是呢，我们要介绍的功能就是，比如说有时候你在一个团体当中，你想要发起一个团购，好不好？团购的话，常常会碰到有一些就是团购的那个表哈，那每一个人勾不同的产品哦，我要几包，我要几包不一样，然后到最后要去结算，这个人他的买的这些所有东西是多少钱？哦，这些东西哈，所以而且甚至到时候，如果你想要跟厂商去通报说，比如说鱿鱼丝我要几包，有几包，如果真的人家订购完，你能够帮他，你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帮你算好了，你真的就很方便哈。那首先第一个是说，我们要先建构一个团购表，我先给各位看我这边做好的一个情况哈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先手动的简单打哈，啊，但是到时候。这边有很多字，我想不要各位打。好，我给各位看哈，就是这边简单做一个团购单哈。然后，通常总是团购要姓名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登记他的姓名嘛，是谁买的嘛。然后呢，总是有时候这些人可能是在不是在同一那个不是在同一个区域，就是说，假设你们今天假设是在公司好了，那公司可能有好几层楼。那不是说团购的这些人都坐在你旁边，哦，你总是要电话联络嘛，啊，所以通常会留个电话，然后另外就是购买物品，啊，但是呢，购买物品我建议到时候打成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，等一下会慢慢教各位怎么打哈，然后这边就会去标说，鱿鱼丝要几个啊？鱿鱼丝多少钱？然后这边就是假设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，类似这样子的情况，那当然也可以不选。啊，就是假设我只想订一个，好，假设鱿鱼丝啊，就是这里，等于啊，这个我现在还不是预览，我等下我应该弄预览给各位看好了。预览就是打姓名、联络电话，然后购买物品会是长这样子，鱿鱼丝230元啊，你要几包？啊，那假设你看我本来选一包，后来想想不要，我要两包，他这样子就会跳过来选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他就。这样子的话，等于说鱿鱼丝这边只能选一到五包，我只设计一到五包哈。然后有些你可以不选，那这样就可以做提交，然后提交之后一样会到我们的后面的试算表，我们试算表之后我们再来做公式，想办法让它很快的把金额算出来。OK，好，所以来我一个个来讲说，我们先。等一下，这个我会分享给各位。我们先简单的尝试，试着先打几个看看，好不好？然后到时候我这个分享给各位，各位很多字都只要像这边的很多字只要反白啊，就是到时候你们到时候看到的是预览的了哈，就是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预览的像鱿鱼丝这个你就不要打了，你就复反白，然后按 Ctrl C 复制，然后再贴到你的那个地方去，你就不用从头到尾打。好，所以来，我稍微讲一下，是说我们从头建构一个表单啊。如果是从头的话，怎么做？首先呢，一样是网址，我们打入 phones 点 google 点 com 啊，phones 点 google 点 com，把 Google 表单的在云端硬碟里面的条列出来啊，phones 点 google 点 com，所以要加 s 哦，FORMS 哦。那这是过去我们有做的 Google 表单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建一个新的，我们就按加。好，首先第一步，左上角这边就打团购表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按标题，点一下，它就带过来了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，我说第一个问题，我们通常就要询问订购人的姓名。所以我这边就写个姓名，那姓名预设它就会判断是简答，好，第一题做完，假设你的姓名一定要他留，所以别忘了必填要打开来，就是说他一定要填。第二个我就按加一题出来，加一个问题出来，右边加，就往下了。第二个是要请他留联络电话，OK。哦，那它预设也是简答，OK，我也希望它必填，然后再按加，
下一个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哈，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他订购的东西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哈啊，比如说叫订购项目好了。那这个地方我们要他选的是建议用这个单选方格。好，单选方格之后来左边的列，比如说第一列就开始，比如说要有鱼丝啊，然后后面刮胡就是要让人家看到说这个一包大概多少钱啊，假设啊230元啊，然后打完按 enter， 它就自动跳下一个一样，这边都是项目哦，这边就是比如说我接下来是南枣核桃糕啊，假设是180元我随便写的哈，哎 ，OK， 后面一样打完了之后，这就按 Enter， 它就会再下来第三列，你就看你要几个。那这边的栏要做什么呢？就是举包，那我就要用一，哎，要不要从零开始？不需要，因为它可以不填，没关系啊。那有填的我们就是一、二。啊，然后打完按 Enter， 三、四、五，好，这样子打完，啊，我这边好，我只有鱿鱼丝、南枣核啊，这边写个第三列啊，先不管啊。那打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眼睛预览，看看你做的表单如何。你现在就可以看到的是长这样子，有没有？这边写个第三列。好，我们先请各位做到这，你们先手动自己打一下。那但是等一下我会再讲说我刚才的这个做好的东西，你们就很多字不用重打，我会分享给各位，各位开起来我再教各位怎么 copy paste， 就是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复制贴上，你那个字就不用从头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请各位来，我再赶快从头复习一下哈。 Google 表单 fonts.google.com 打开来之后，可能你还没有编的你就按加、哦、那如果你今天有编到一半了、哦、点开来，首先第一个是档名，先打好，打好之后再按标题它就带过来了，然后呢第一个先打姓名，它预设是简答，然后再按加出现第二个、哦、那姓名的话如果你要它必填，这个要打开来哦，必填、哦，然后联络电话也是一样，它是简答，然后如果它必填啊，然后订购项目第三个叫做订购项目，我们用的是单选方格啊，单选方格它会呈现两排，第一排就是横的要显示的，我们就用产品，然后后面稍微刮胡多少钱是要让人家看到说这个产品多少钱，然后右边这一栏里面写的是我要买几包的，所以有1、2、3、4、5这样的选择。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要弄出十个，可能让他可以挑选，最多可以每一项最多可以买十包也可以，你就继续下去。好，然后打完了之后建议各位按眼睛预览，看看要给人家填的时候看到的结果长什么样。OK， 好。这里各位先尝试试做一下。